这万世手工的迄落鹅贡啊，这工钱工钱做大啊，来，赶快一人给两块豆，画五百，画四百，拢免。要食万世手工鹅贡，你即马来买万世，当个拢一定爱去高含一份太平粉哦，先加钱啊，两百咯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万世手工的迄落鹅贡无？两百块。两百。两百有人要食无？两百块。有人要食万世手工的鹅贡无？加啦，来啊！阿姐，我来当给你麻烦了一个。你敢会当把安装给我创起来无？我俩轻松一点嘛吼。脱下来哈。两百喽，两百块还有最后两个没有喽。两百哦。你也无差我。好，等一下等我。无啦，你也是黑工，这是鹅工，无共啊。成本差足多吼，这无共。来，即个豆干几啊片？拢有啊吼，一个你霸王蟹哦，一个你放下去下骹落。鹅工，鹅啊，啊，我迄是虾啊，三百虾啊，两百是鹅啊。还有齿牙卡无？齿牙卡哦，香港卡敢无是齿牙卡无？你系香港卡加香芋？我无。你无啊？啊，我有啦。有啊。那有老尾食啥哦？伊这是面包蟹哦，伊这当个脆脆，你甲剁对半片用个，好好食。一只餐来，这只一只餐只食个到千二至千五，两只食个到是三千块。我看三千两千拢免，要食好个，规个拢弄个新价钱。霸王蟹，人讲蟹膏之王就是这只，你家己查新价钱哈，一千五。一千啊！来买一千这只无卖，请你落啊，一千五。两个啊，两个啊，有两个吃好无？保证出来的，内底全部都是蟹膏啊，比龙虾还好吃啊。一千块买不起啊，一千块，还有两只。哦，我来讲，这只你也买着，你甲客看嘛，同个方，内底全拢同，一千，美女买一千，真的好吃，左边来啊，最后一个龟仙肉，你一千结束，最后一个一千三来吃，你冇吃，伊个回一边啊，你来用者，今麦子也回一边啊，全部遐陪拢来回啦，伊客过遐，伊买个拢客过，一千个买来无，最后一个，来，拢有啊哈，好来，谢谢，你先个你先个，来，该我来讲啊，这安尼先个处理者，来，冇啦，你卖用啊。来，你先叫起来。来，这话因讲哦，恁听我讲话吼。来，迄、那个姐，你先把迄个葱抓饼叫起来嘛。你切小块放地网拢叫，你要把处理掉，要叫一把生活机。来，你帮我叫一个纸杯起来，处理者，处理者。哎，无安尼，无就做广告。你喜欢一卡一卡叫过来，这包做葱抓饼，哦，一包内底有十块冬阴功，再加一两起司火腿，凊彩你加300-500，免啦，一包了。一百啊！两包，两包，两个啊！很好吃哦，一包多少钱哦？来，一包，后边来我一包。大爷啊，来啊！一包后边接最后两包。一包啊，不要加钱啊！最后一包。小心哦，多点炒鲱鱼哦。最后一包后上面接一包。一包啊！这边一包，那边接无？一包啊！拢有了吗？都有了，来，你帮我卸位放起来，装崩了。我袂开了，我袂开，有几种我了。五六七八九。啊，这是来买这吼。应该有要吃迄支鸡腿大鸡的鸡无？伊这个物件吼，过年过节吼，你都会甲臭皮做恁伴食起来吼，爱食卖500-400，这边两张食拢免煮啊，300了。哎，300，我这包送你，新价钱，我搁加一包，新价钱，我这包够你300块，300块，谢谢。300块要吃蟹尾饭无？蟹尾盘啦，300块有咩来无？300。来，多加一个啊！来，300了，320要吃吗？300。你看，老妹妹两包百块的无？两包百块。150了，好来啊！左边个钱。两个啊，三个啊，四个啊。我来无啊。四个啊。好，先安尼落好啊。好，箱子这边大卡是。来遮。150个先来，来遮。来，这个包。再来，我跑去找啊，我等我。我帮你找一条一千个啊，帮你拢想给我。给我落啊，拢给我，我要啊，你拢给我落。好呀 ，OK。给我。好来500个。下个月保你拢想。850。500只。350啊！三百好啊，拢好啊，拢好啊。下面今仔袂退一声。来，你看我今仔穿条底来先。行。你套最顶款。讲完。我穿完了，等下。我穿完，我先把你卖掉了。来，看嘛好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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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晚上要吃，嘉欣，你叫人换去了。回去晚要吃卖500，卖400，全部做一过来，新价钱200。200，两百啊。来，你讲咱的乌龟签无吗？乌龟签无吗？要吃虾啊，要吃鳝鱼，要吃鲑鱼，这三，你点来，我来换哦。这三价足济啊，干贝要吃，来讲，来200几个。哦，这个鸡啊，得下你200哦。来，弄。头前个都很少啊。对。我两个。
两百。这边卡背机啊，再来六百，再来六百，两百了。好，阿廖你 OK。现在我看到了，拍哦。够了没来不？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你不会你一百就够买了。哎，一百啊！要一百。多一个两个啊！要一百。百啊！一百块钱好买，好吃啊！真正拢会记的。两百。够两百，你要两百无问题啦，两百来。好，两个一百。啊，大你嘛要两百啊？百好啦。来，你两百算两千咯，好啊。两百三个，两个。啊，一百两个，一百是咩？对，好了。你两百多个。两个啊，就是一百。好啦。是啊，来两百，加手一个两百，超值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太糟啊！吼，把你买两百嘛。应该你错了。你看手机有剩。我剩一百了。你一百了。好了，一百了没？把你搞四百哦。以前面包蟹，你三千，你毛表表全你三千来，一千块做做好的物件，你哪无啊？一百就得了。系啊。一百哦。最后就一百，上面有无？最后就一百块，上面有一百。我来讲哦，这内底有鸡两粒啊，最后你最下会好啦，一百块尔啦。一百，啊，第二只啊。安尼无啊，谢谢。谢谢。多少钱啊？收了。鱼多少钱收啊？多点几只。啊，再帮我收一只。啊，这有人讲哦，一包你甲买同个，你食看嘛。你连乌龙甲，你连乌龙甲特制啊，一包。一包叫鱿鱼的，包上锅头的，你阿兄滚的时候，再滚的时候，你去全年要刷那个加两起啊，你好要收哦。这一只我好四只，五两只九百，唔免九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拢收起。我来讲，上加两只鱿鱼的包上加锅渣鱼，上千块钱啊，三百了。哎，三百啊！来两只鱿鱼的包上来冇？三百啊！你讲我吃看一包好食无？三百块。嗯。过两只面头前。加两个啊！好，等我骗侬，三百了。来三百，够多少无？三百。来三百。九只，一小千九只，三百我要够少两个。来多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两百只鱼，你话全部三百。哎，三百啊！高兴，谢谢大哥。来，谢谢，我来了，你去找我了，谢谢大哥，感谢。七百，你嘛找七百。哎，这样咯，等一下找来住。谢谢，来这七百就够。这样咯，什么样我带住啊，最后这两包七百，你啊三百，不是七百，是找七百，是先找七百，最后这两包八个。来，摆五啊！要一包就够。一部啊，谢谢，记住，来，行。来，我想在要买点什么哦，做这物件，唔知要买点啥，因为啥？两肉两肉龙是咩啊？哦，你边我啊，两肉龙冇个，上面食一包，迄个鹅龟签，鹅啊，内底内容有鹅啊，吼，等于整整一包龙地，两包几地，四地，三包六地，三百五百，收起新价钱的两包啦。啊，两包啊！一过年，一过年整我鹅龟签，十块嘛。好啦，四包，我啦只后边攞啊，咱两个对做开了啊，吧。我好像在处理一下，无你啊拍照，你又捞啊贵个，啊，两百几个。来两个啊！我来讲，我要给一包送，我要给一包请你，我要给一包送，我要给一包你。我一包卖你四十块，你就只好食啊！你今日老买两包，我一包要送你，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，两包了。好食，拍照，你又捞啊贵，啊，你攞几多？也是二个。对，你话你只花旗王美女的，加一咩？加一咩？来试试，你几个？三四，一百二只啊，两百，够了咩啊？不两百？多少只啊？对啊，这刚下二百，四百五百六百，等下先，我来接到两百，两百够咩啊？不？哎，好，等一打一拳啊，来边一只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刚下刚下，来三百。一包五包六包，啊！即话恁讲哦，恁无买人家一包试食看嘛？一包，拢无啊！食看嘛，足好食，你真正足香嘞！真心的一包，一包，够两个一包的无？一包，一包啊！来，恁无讲无个，一包够要食无？菜头，一包，一包够买来无？别太对个。你若上港啊来讲，要食这只乌蒜头干贝鸡，我来讲这只腰水大只啊，真是啊！你要食这只乌蒜头干贝鸡，一只卖一千，一只卖八百，上千块钱五百，你绝对买袂只大只，三百五十块了。来，三百五啊！三百五上面是乌蒜头干贝鸡。啊，这摆你花你几啊？乌蒜头干贝鸡三百五。三百五，三百五哦。哦，鳕鱼我跟他讲过，鳕鱼可以啊，最好这只三百五上面只。三百五啊！好紧啊！你这无买咩？有啊，阿姨，你这边就是五百好不好？啊，五百好不好？
我八偌济？来八了一只。要什么？我送你一只，我送你两只，我送你三只，我送你四只，我送你五只，我送你六只，我送你七只，我送你八只。你买一只五百，我送你九只，安尼五百。哎，你边个大大只足青的啦？敢好？阿姨敢好？好啦。好啦吼。安偌济？五百。好啦，不要贵。阿姨，足高阿姨，你敢有咧加冰？啊、你敢有咧加冰？免，免我帮手拿。加冰爱粉。好啊，这你听我讲话就好啊。啊，够人要来无？从车了。哎，不要。哎，无啊，多少多少？够咧加冰。哎。三、二、三、三。等一下嘿。我打，你打，你收哦。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。啊？那没有，这么奇怪。对对对。邓大师。邓大师，我咧加冰。冷冻的还有冷冻的。有冷冻的啦。哎，大师。加冰去。不要叫我讲，好，来，来，别忘行不行？有多点要吃点，我利用。你帮我给个，我帮你收。头前你还没收的呀？收完了。收完了。啊，谢谢。你今日帮我找三百一个啊，美女找三百，但是你也当吃过嘞。鸡腿肉，你们说鸡腿肉？哎，要鸡腿肉。卤鸡腿吗？哎，回去。多给对了不？回去两个月也无啊。哎，来，你有无？我这边当然没有呢。谢谢，感谢。好啦，银马楼上面啊，这大包落个对哇，这大包这一包五百嘞，我两包一千哦。啊，在你的面前哦，我包一千哦，四百嘞。来四百钱。来，这边叫银马楼的四百。四百。四百，你要吃羊肉卤吗？四百。四百。来，你帮我回去去，速度快，速度快，速度快，对不对？四百。来，银马楼上面哦。花枝，花枝。来，安尼花枝来哦。啊，这里面几包，你昨日包咧吃，我吃袂剩嘞。四包，这包绝对好吃哦，把这全部的人给讲着，好吃无？这包绝对昨日包拢来买，就唔来，无一礼拜无来。